佛解之前不是时常讲吗？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痛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啊，各位有没有试验？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个真的不痛的？所以这个看到呢哈、哦、这一段这个记载的时候啊，我们台湾刚好那个无漏石哈、哦、那个脚底按摩，就开始哈、哦、正在流行了。那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话哦，那个脚底按摩不会痛哦，一按摩脚底呀、啊，不会痛。那假如说我们哦，这个身上五脏哦六腑都不怎么健康哦，那个脚底按摩哦会很痛，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痛哦，而且呢哦有的会痛得很厉害，会呱呱叫。各位有没有脚底按摩过？痛不痛？那因为或许啊，都讲这个先天不足啊，后天又欠条，那所以哦，身体状况很不好，所以哦，就去哦脚底按摩，那还蛮贵，一次要600块，哎，那个按摩一次哦要600块，然后就去按摩。按摩的时候哎，我就在想说，我们身上有一个不痛的，那我要找到那个不痛的。哦，那脚底按摩哦，一按摩就很痛啊，我就赶快找那个不痛的，哎，就真的被我找到了呢。哦，原来你躲在这里呀、啊啊？那一个哦，给霍学做脚底按摩那个是很魁梧哦，哦，他一用手哦，哎，他看我都没有那个反应啊，都不会哀哀叫哦，他就越用力啊，弄到后来都满身大汗的哦，哦，真的是。换手又去找另外一个人来，那一个又是一样哦，哎，开始的我那筋骨烂哦，把霍学那个脚底按摩，哎，我都找到不痛的啦，按住底也不痛来对，靠这里去按都不会疼，真的很舒服哦，不痛，真的两个结，我们身有两个结。然后后来哦，他看他的手已经哦，这个发挥不了作用，去拿一支茶棍啊吼，茶棍啊，然后吼、哦、用棍啊来硬，用棍啊来硬，会不会痛？会。哦，那个真的是很痛哦吼，可是你找到不痛还是不痛，还是不痛，不痛不痛。他们两个吼、哦、说投降，说你很奇怪呢。你的脚底哦都是沙，就是表示身体不好，骨也卡拢全刷了，里里两两啊，身体健康的人没有，没有刷，啊，身体不好的人哦，起了皮就知影讲，啊，你倒位器官不好，家拢里里两两，拢全刷，他说哦，你又不是那个没病的，又是全刷，啊，奇怪，你里啊那也拢袂爱。很奇怪啊，因为哦被他那擦骨那些的验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脚真的是受伤哎，还被卡都卡回家哦。不过我既然找到不痛的，我就请不痛的起来走路啊。我说不痛的起来，很奥妙哦。那个脚哦，真的脚是很痛哦，可是我叫不痛的起来，他就站起来哦。啊，那个脚踩到地上哦，好像踩那个棉花呢，跟他打雷都迷啊呢，打雷都迷。所以各位先生，你们要本身试验啊，唔当青蛙呢，当然要叫人去跟。那因为或许有实际的哈、哦、那个哦经历，所以会了解说，哦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呢、啊，就是这么不可思议，哦啊，身体呢是假的啦，所以弘祖众缘际会借我们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来修真，哦，不要哈、哦，不要用着我们的哈、哦、那个佛性呢、啊，带着这个假的身体去享受。我们凡人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
要用身躯去享受，结果吼、哦，咱的福星拢个高加乌骂嘛，有没有？哎，都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呢，就是要了解说吼、哦，真理是假的，佛性才是真的。哎，啊，佛性不可思议的，只要我们去启发它，哦，叫无漏。所以吼、哦，漏尽通啊，那个已经是成佛了啦。